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美好的周六。听说呢，海边出现了一只黄色小鸭，但是好像这一只黄色小鸭会到处攻击敌人，所以我们要马上去制止那一只黄色小鸭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1666个喜欢，有没有办法按得到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小铃铛里面的通知按下全部通知，这样子你就不会漏掉我任何直播的讯息哦。很多人说他直播没有收到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通知里面选的不是全部哦，所以系统会随他高兴的通知，他不想要通知的时候你就收不到。然后我们就正片开始，我们要过去海边最快的方法就是跳降落伞过去，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往那个方向，我们直接直达海边。花园银行大楼直接飞，应该是可以飞得到海边吧？我嘞，好像速度不够哎，觉得我们可以顺利到达海边的，打一不行的打二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好像不行哎，因为我们的降落伞呢，现在是全力的往上拉，所以它速度非常非常缓慢。但是它好像不会比开车慢多少哎，如果我用开车的，现在搞不好还在半路而已。你看我现在已经快要到达这个海边了，可是目前没有看到那个黄色小鸭的踪迹啊。哇嘞，感觉好像真的到不了哎，我已经拉到极限了，完了，我调左边一点，糟糕，最多最多我们就是到达这一个红绿灯降落。哎呦，哇，也可以到这边也蛮远的，你看花园银行大楼离我们超远的。然后我们赶快进去，不过遇到黄色小鸭，我有办法打得赢它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人已经在海边了，我没有看到什么黄色小鸭的东西啊，倒是天空有一个运兵直升机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可能他们军方的人也发现了黄色小鸭的存在吧，这种是没看到啊。我好像听到声音，哦，是黄色小鸭，它怎么长这么丑？哇嘞，这个黄色小鸭果然一开始，哇嘞，被秒杀，黄色小鸭把我秒杀，我嘞，我死掉重生，却在这个海边拉这个单杠，可是我刚才直接被秒哎，太扯了，看来我们只能使出我们的大绝了。你们以为小富的能力就只有这样吗？我也是可以变身的、啊，来看我的超级赛亚人，哇嘞！头发太短，没办法变超级赛亚人，那我们只好先穿上这个服装。我变成了奥特曼，看看我这个光滑的身体哦，这个衣服非常非常的紧啊！我现在的能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强，不信我们找一个路人来试试看，嘿，对不对？来啊，你看起来就想要跟我 PK 的样子啊，嘿。看我的左勾拳右勾拳，欸，没人要跟我 PK， 看起来我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、啊、要打赢这个黄色小鸭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啊。欸 man， 来啊，哦，有人要跟我 PK， 哎呦，吼吼，哇塞，哇，看我这个左勾拳，欸，你还想要出拳啊，吃我这一拳，吃我这一拳，吃我这一拳，哦呦，他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我们这个肌肉肌，哎哎呦，哇嘞，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参赛者，听说没有头发的人都很强啊，但是你有我厉害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看看我的厉害，连这个健身房的人都打不赢我啊，看来我们要打赢这个黄色小鸭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来，那个黄色小鸭现在人在哪里？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人类，人类，哦哦哦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，哎呦，吃我这一拳啊，厉害了吧？再吃，
再看我这一脚这一拳，哎呦，哎呦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哦哦，哦，哎，你看这只黄色小鸭的脚很长哎，哎呦，它好像不怕我这个手刀哎，看我这一拳，我好说也可以当一拳超人啊，你不要小看我这个奥特曼啊，人类人类。哦吼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呦！你不要给我跑！他人类，他哎、欸、他看起来这样子，但是蛮会跳的哎、欸！哎呦！看我们的光波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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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哦，我们打赢了吗？有这么轻易？感觉是个现，哎、欸，它里面很像看是一个人扮演的、欸，哎，你看它这个腿是细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尸体怎么突然不见？哎、欸，难不成他假死？感觉好像是这样子、欸，哎，我的他怎么又复活了？哎、欸，老兄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明明就已经被我打死了，你怎么可以再复活？难道他有不死的暗黑之力？也是这只黄色小鸭看起来就是已经死掉过的啊！哇嘞，哎哎哎，我被打到破土啊！哇嘞，哦哦，他刚才那个是破土之脚，哎，他是不是只会用脚而已啊？哇嘞，哎，我一直被抓着打，哎呦，你想干嘛？这吃我这一拳呐、啊？看我这一脚，哦呦！哎呦，吼吼吼，死了吧？还不死，太夸张了！哎呦，死了吧？哦，他这一次终于死了，应该啦。等一下会不会又复活啊？我们先看一下，应该是已经挂掉了吧？哇嘞，又不见！看来这样子的奥特曼没办法真实的把黄色小鸭给打死，我们只能使出奥特曼最强最强的能力了。来，我们进行超级变身，我们的超级赛亚人，我们的自在极意功变身。哦，我们变身成功了！我们现在是超大只巨大版的奥特曼，来吧，黄色小鸭，你这一次出来你就得死了！哈哈哈哈，我们先拿个直升机来玩玩。哎呦，哦吼吼，哦，超强！直接随手一抓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黄色小鸭呢，这一只这么小只，直接拿在手上，往下一丢，吼吼吼，再抓起来，我们再往下一丢，哎呦，他不死也剩半条命啊！来，再拿起来，再往下一丢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哎呦，脚踩一下。踩蚂蚁的感觉有没有？哎呦，真的很像在踩蚂蚁耶！他死了没？哦，他跳好高哦，很像跳蚤哎！哇嘞，哇嘞，等一下我被他怎么跌到？哦，他其实还蛮强的哎！哦，等等等等等，弄不到他！哎呦，哎，其实他很强哎！这一次我真的可以把他给弄死了吧？经过我们这样连续走击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我先把他捡起来，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。他现在在我手上，很小一只，直接往下一丢，哎呦，看起来是已经死了吧？毕竟我有这个巨大奥特曼之力，他想要打赢我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